站住！立！大事好！村长，就我们今天一块儿来敬一首歌曲。
好，我们先同桌之间讨论一下，一会儿交给你们。把这些都落实到图上啊。
大多数同学已经标注的差不多了。现在你有一分钟时间，把东北地区的主要集中区和主要河流介绍给你的同桌，对照图6.1，好吧？辽河，鸭绿江，鸭绿江，这是湖北。
这里有几条河流属于我们国界线上的河流。对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是中国和哪个国家的河流？对，中俄的界河啊。那么鸭绿江和图们江是中国和朝鲜？对，朝鲜的界河。好，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，我们看看了山脉、河流，怎么描述一下东北三省的山河分布大势？有哪几个字可以概括？山河水绕物也清。仔细站起来说一下来。山河水绕物也清。很好啊，叫山环水绕。啊，山环水绕，沃野千里，啊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是吧？那我们说它这里沃野千里，主要和当地肥沃的土壤是分开的，什么土来着？肥沃土。哎，东北肥沃的黑土地，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啊。那么东北黑土地的形成呢，又受到当地自然环境、气候的影响。接下来我和大家一块儿，咱们来看一下东北地区的气候。首先，从气候类型来看，这一区应该属于什么气候？温带季风气候。温带季风，我们这儿呢？温带季风。对，也是温带季风，同样是温带季风，但是我们的气候和东北是否完全一致呢？不一致。哎，不一致。我们看看它的区别的。啊，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，东北三省年平均气温的分布。看不清楚同学，你可以看课本15页，图6.13。我们看一看东北的年平均气温大约在多少到多少度之间。10到14度。但是我们描述的话一般应该怎么描述？零下4到10度。零下4到10度啊。大家知道我们这儿的年平均气温吗？可以判断您的位置要高一点啊。东营的年平均气温大约是12.8度，13度左右啊。我们再来看它1月份，也是最冷月份，它的月平均气温。首先，最北端这一地区，在能不能看见？看清楚吧，零下28度啊。而即便是到了最南端，也到了零下8度，而东营地区1月平均气温大约在零下3度左右啊，零下3度左右啊。那么综合这两个图，刚才我们的分析，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东北地区特点的话，应该是冷啊。东北地区特别冷，为什么？纬度高啊，很好。首先我们就想到纬度了啊，因为纬度偏高啊。除了纬度以外，我们看还有什么因素的影响？你这个图能不能分析一下？和我们这儿相比，东北地区距离冬季风的源地更近，也就是说降温的幅度更大。所以在纬度位置和冬季风的共同影响下，东北地区异常的寒冷啊。这是从气温上看。我们再比较一下降水啊。还是大家看一下东北区的降水大约在多少到多少毫米之间。谁能大胆起来说一下，看到了吗？根据课本上的图，我找一个同学，好吧，给你个名单啊。朱家门，是从三百毫米到1000毫米啊。好，请坐啊。300毫米到1000毫米啊，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是在400到800之间啊。我们这儿降水是范围，哎，对，也是400到800，对吧？啊，我们再来看，从降水量的分布来看，它有什么样的变化规律？对，由沿海到内陆递减，由东南向西北是递减的，这受什么因素的影响？
海陆运输，海陆运输距离海洋越来越远啊，这是从降水量来看。那么同样是四百到八百，我们这儿属于从干湿地区来看，属于哪个地区？半湿地区。那我们再来看东北，它属于半湿润和湿润啊，特别是它的东部和北部山区都属于湿地。那问题就来了啊，为什么降水量差不多，这一地区属于湿地区？哎呀，反应真快啊！主要是这里的气温。造成发对蒸发的气啊，纬度高，气温低，蒸发产生，所以这一地区出现了不但冷，而且偏湿，冷湿是这一地区主要的特征啊。我们再根据这个图来分析一下啊。那么这是哈尔滨的一个气温曲线和降水情况图啊。我们首先看一下哈尔滨的气温。如果说零度以下我们把它作为冬季的话，那么哈尔滨冬季的时间啊，并且气温啊，所以我们综合起来可以说它冬季寒冷而暖和。但是它的夏季呢，能不能说炎热？啊，温暖，时间比较短，啊，比较短促啊，比较短促。而东北大部分地区都呈现这种状况啊，冬季漫长严寒，夏季温暖而短促啊。降水上来看有什么特点？集中在哪个季节？夏季。哎，降水集中在夏季。那么到了冬季的话，它的降水以什么形式体现？雪。雪。啊，冬季降水较多啊，夏季降水比较集中。那么既然知道东北的雪了，我们一块儿来分析一下。东北地区它的降雨，看课本的十六页，活动第一题，和阅读图六点一次计算漠河、齐齐哈尔、沈阳的雪期，看三地雪期由北向南的变化规律。好，我先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先找一下漠河，找到吗？大家看一看漠河从什么时间开始降水？对，从九月七号就开始降水了，几月份才结束？六月十四号，这是名副其实的六月飘雪了，是吧？六月飞雪啊，算一算它的雪期有几个月？九个月。好，同样的道理，算一下齐齐哈尔、沈阳的雪期。比较一下这一地区它的降雪由南向北出现什么样的变化？好，开始。
雪期从北向南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啊，也就是说越往南，雪期开始的越晚，短，结束的越早，很好啊。雪期越往南越晚，冬期啊，这个结束的时期越往南越短，雪期越短，什么因素的影响？北部因素。对，北部因素。好，我们继续啊，看第二个问题。找出延吉、长春和漠河的积雪厚度，分别比较延吉和长春、漠河和长春积雪厚度的差异，并分析原因。好，这个题呢稍微麻烦一点，咱们四人一组，前后四人一组，来共同完成。来，考虑哪些因素？说明你的理由。你可以先考虑。
要学习一下啊。你说你要喝建房子的话，建一个什么样的房子？这个房顶高度要大，为什么？因为降雪，它这样方便排那个，因为降雪也比较多啊，降雪之后方便于积雪的滑落。对，如果是平整的，会出现什么问题啊？积雪会很小。对，积雪会容易把房顶给对压塌了啊。太好了，说屋顶高度要大，还有吗？还有那个墙体要厚，便于保暖。啊，太棒了啊！还有呢？还有窗户要小，那个因为窗户如果大容易疏风。哎，你是一个合格的建筑师是吧？但实际上东北地区啊，它的房屋就这样可以，墙体厚，屋顶高度大，而且窗户就小。我也想问大家，这个窗户小是南边还是北边窗户小？北边啊，东北风是吧？啊，太好。那么这节课呢，和大家一块儿来学习了东北地区的位置、地形、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。那么各地理要素之间，我们看的是相互联系、相互影响的。给大家两分钟时间，自己再看一看啊。有问题呢，可以提出来，重新解答啊，保护一下。当然呢，我们可以大胆去猜一下，这个地方实在有点。
讲这儿呢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大家看这个图和我们今天讲的一样不一样？哪儿出问题了？什么反啊？对，山脉掉了个儿了。如果我们的地形、我们的山脉是这样分布的，那么东北地区的气候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？思考一下，谁来回答？现在会有什么不同？应该很干旱，因为这样子就是，就是山脉就挡住了南面和东边那个一些季风的那些。对，海洋来的海上湿气流就被挡了，阻挡了啊，因此这个地方会变得比较干。还好，这是从降雨的影响啊。还有同学有没有想到其他影响吗？因为是更寒冷的，因为那个海洋里那个温暖气流那个到山有山脉阻隔着进去。海洋的温暖气流，那么大家想一想，冬天的时候这个风是这样吹的吗？是西伯利亚。应该是来自于西伯利亚啊，对，偏北方向的啊，会有什么影响呢？更加冷了，原因是这里没有山脉阻挡。对，没有山脉阻挡了，发现啊，可以看得出我们地理各个要素之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啊。好，那么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就上到这儿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合作。好，行了，谢谢老师。